今晚是平安夜，由摄影师带大家看看市民怎样迎接圣诞。每一年都好靚嘅，我哋都提前幾多日影噶。其實今日係第一次係特別平安夜過呢度，好熱鬧啊！即係我冇咩喺香港過過聖誕嘅，即係但係今日覺得即係非常之多人，非常之熱鬧。即係過嚟感受下氣氛咁樣嘅咋。咁啱港鐵又通宵嘛，係啊，又唔使驚冇車翻屋企。有咩聖誕祝願啊？不如講埋。希望大家嚟緊都開開心心，世界和平啦！平安夜，大家能夠平安相聚在一起，真是很難得。